最近大家有冇留意咧？去亲郊外都系人山人海，咁疫情关系啦，好耐都冇得去旅行啦。咁咧，大家都转晒去行山露营。咁好多人咧出去嘅时候都会带住 speaker， 除咗听下歌啦，仲可以随时听翻收音机，听下啲新闻，周围有冇特别事情发生啊嘛。咁市面上啦，无线喇叭选择咁多，到底拣边部先至好呢？咁以下落嚟嘅测试，希望帮到你。我哋揀咗几款咧1000蚊以上嘅 product， 亦都有几款咧性价比高卖1000蚊楼下嘅 product， 一共有6部一齐做个测试。在开始之前再多谢一直支持我们的朋友，看看我们的片咧，仲未 subscribe 就快啲订阅我哋 Price YouTube Channel， 再揀埋隔篱嘅钟啦。我哋首先睇下啦，拣咗3部1000蚊以上级别嘅喇叭，包括系 Sonos Roam、BNO Play BEO Sound A1 同埋 Marshall Amberton。咁佢哋無論喺機身保護、音色方面都可以話係相當之唔錯嘅選擇。Sonos 之前推出過 Move 全天候藍牙喇叭之後咧，最近就推出咗新版本 Roam， 佢嘅 size 大約就係一支水咁大，咁收藏都幾方便。咁今次外形咧做成三角柱體，可以橫擺直擺都得。咁橫放嘅時候咧，就會自動變成立體聲，拎上手嘅感覺咧，成部機都好紮實。咁同 Move 一樣啦，機身都係通過 IP67 等級認證，即係咧可以完全防塵啦。短時間防水深度最多1米，咁表面亦都有塗層嘅防刮花。咁雖然機身防護方面做得唔錯啦，但係略嫌就聚手咗少少。機身亦都冇任何嘅掛繩位，根基咧只係得一個棉套嘅保護套。功能方面 Roam 有收音咪，咁同播放掣同音量掣一起摆喺机顶，咁开山掣就摆喺机背啦。咁开山机嘅时候要睇翻品牌标志显示嘅灯咧，先知佢着定唔着，咁就冇提示嘅声音我觉得就唔系太方便啦。特别提一提啦 ，Sonos Roam 咧仲支援 Apple AirPlay 2， 用 WiFi 连接咧喺咁多部入面得佢先做到啫。仲有专用嘅 App 可以加埋 YouTube Music、Spotify 同埋 Apple Music 嘅音乐服务，仲可以调整 EQ 加强高音同低音嘅输出，音色效果就等埋以下嗰几款咧一次过讲啦。BNO 卖简约嘅设计咧，好多人都知道，咁佢出嘅蓝牙喇叭 Play BEO Sound A1 咧都出到第二代啦。今年咧仲出埋牛年嘅特别版，咁有条仿皮绳啦，印埋佢哋嘅牌子名嘅金属扣咧，当然就有質感好多，可以掛起嚟聽歌，亦都可以平放喺台面。咁佢嘅圓形大單元啦，可以平放之後咧，就360度周圍嘅人咧都聽到同樣嘅聲音質素。咁而今次 A1 咧最大嘅賣點就係佢嘅電量啦。官方數字就話咧，插爆電之後咧，最多可以連續播18小時。連接手提電話之後咧，仲可以用 App 咧調整佢嘅 EQ。咁對聽歌有要求嘅朋友咧，應該就啱用啦。而且咧，佢亦都有 IP67 級數嘅防塵同埋基本防水，咁所以咧呢一個 BNO 嘅喇叭咧帶出去用咧都幾穩陣。Marshall 近年都有出藍牙喇叭 Amberton， 一出都成為呢個潮流嘅 item。咁最近咧仲出埋呢一款 Cream 嘅新色，咁佢嘅 spec 咧就冇變啦。機身通過 IPX7 嘅認證，1米水深防水啦，時間最高係去到30分鐘。咁不過要留意咧，就係冇防塵嘅保護啦。另外咧，佢係咁多隻喇叭入面最長氣嘅一部，官方數字就話咧，佢差一次電啦就可以連續播放超過20小時。咁作為用家啦，我就最中意佢開山機嘅時候有招牌嘅電吉他聲啦。睇完呢个价位嘅喇叭啦，为咗照顾咧中意抵玩嘅你哋咧，我哋都拣咗3款咧1000蚊楼下级别嘅 product， 同之前介绍3款一样啦，都系着重保护，再加埋贴心嘅设计 detail 位啦，啱晒去出去用啦。咁音色方面都有唔错嘅表现。出过唔少蓝牙喇叭嘅 Bose 啦，佢嘅 SoundLink Micro 咧就系产品线入面咧最细只、最适合带出去用噶啦。咁成部机身咧都用直胶包围，保护级数咧去到 IPX7 嘅防水。咁虽然冇防尘嘅验证啦，但系喺咁多部蓝牙喇叭入面咧，就系防撞防刮嘅能力最高嘅一部，四四方方嘅设计啦，可以直立同埋平放。表面好似唔系太特别，但系机背有一条直胶带咧，先系成个设计嘅重点，可以俾大家容易勾住喺任何嘅地方，例如去露营嘅时候挂喺营顶，或者勾喺背囊嗰条带度。咁仲有咧，佢有埋 Party Mode， 同时可以串连多一只喇叭。咁基本嘅播放掣同埋音量掣都可以喺机面度操控。JBL Clip 4咧喺今次测试入面嘅体积最轻同最细嘅一部，咁佢嘅外形可以话咧系为户外而设计。一推出已经有9款鲜艳嘅机身俾你拣啦。咁外形同上代 Clip 3一样好似一把锁咁，都几易认。有挂钩就可以挂起上嚟播歌啦。但系Clip 4嘅锁头就明显大过上代好多。咁今次唔止系前面发声，连机背都有一组喇叭单元，咁就可以做到细细只都有立体声听啦。咁亦都系因为呢个原因啦，就牺牲咗啲位置去放掣啦，同埋做唔到直立嘅摆放。
咁好彩机背咧都有一啲防撞胶可以平放，开机嘅时候都会有提示嘅声音。保护方面咧 ，Clip 4就有 IP67 嘅级数，完全防尘同埋一米防水，最多30分钟。咁你差3个钟头电咧，最高就可以用到10个钟头。咁一日游咧用佢就啱啱好啦。讲到蓝牙喇叭，又点少得 Sony 咧？追求低音劲嘅话，就可以试下佢嘅 XB23 Extra Bass。咁原柱体嘅设计咧有好多好处，除咗可以咧横直摆放都得啦，放喺露营背囊收纳咧都可以悭翻好多位。咁喇叭附近咧嘅挂绳咧就加咗夹钩，就方便你挂实。咁充电一次咧最长可以用足12个钟，如果开着 extra bass 重低音咧就可以播10个钟啦。值得一提啦，佢都有派对模式 Party Connect， 最多咧可以同时连接100件兼容嘅喇叭。咁唔知大家有冇机会咧连接到咁多个啦？同大家介绍完呢6款喇叭啦，一齐比较一下先。我哋今次呢6款产品啦，喺机身上面都会有实体按键，咁用蓝牙连接之后咧，就可以用翻手机去播歌、调整音量同埋开山喇叭啦。咁喺咁多个喇叭制造商入面咧，都系会提供 iOS 同埋 Android app， 咁俾大家咧装喺手提电话咧去控制翻喇叭之外咧，仲可以用嚟开山语音控制。Sonos 支援 Siri，B&O 咧就支援 Alexa 同埋 Google 嘅语音助理。咁另外 Bose 嘅蓝牙喇叭咧，仲会支援 MultiPoint， 一部喇叭咧支援最多2个装置同时连接，咁用家就可以多个操控选择啦。音色表现方面，我哋会分2个组别去测试，去尽量公平翻。喇叭会放在距离1米的地方，咁听下喇叭咧喺多种乐器之下的分析能力。咁咁多款1000蚊以上嘅无线喇叭入面啦 ，Sonos Roam 咧系喺乐器分析方面咧，听过喺喇叭入面最有惊喜嘅一部。乐器同人声咧喺距离大约1米咧都感受到声音嘅立体感。咁 A1 同埋 Amberton 咧喺音色方面就各有长处啦。Marshall 咧用嚟听摇滚乐同埋音乐澎湃嘅歌嘅时候啦，低频弹跳力十足，表现咧强劲有力。咁而 B&O 咧就喺各方面都几平均啊。再加埋佢有 True360 全方位嘅指向啦，咁就喺任何位置听咧都唔会因为摆位有太大嘅偏差。至于咧1000蚊楼下嘅组别啦 ，Sony XB23 咧会系比较顺耳嘅一部，咁特别咧系佢低频处理方面啦，弹跳力量都足够。咁虽然咧同成1000蚊以上级数嘅喇叭比啦，中高音表现会有少少差距，咁但系咧 XB23 已经满足到大部分嘅要求啦。咁再开埋 Clear Audio Plus 啦，中高音同埋人声表现咧就会再高一级。咁另外啦 ，Bose 同埋 JBL 嘅体积咧比较细啦，方便携带又可以挂钩，而且咧佢哋嘅音色都唔会输太多。听歌部分啦，人声乐器嘅分析力咧就冇之前嗰啲咁好，咁但系咧有价钱同埋单元体积呢一点嚟睇咧，绝对可以理解。咁用嚟播手提电话连接网络电台咧听广播嘅话咧，两部喇叭嘅人声咧都好足够、好响亮，咁表现咧都中规中矩。综合以上咧咁多个蓝牙喇叭嘅测试，如果真的要揀音色比较出众的话，在这过千元的3个喇叭入面，我就会揀 Sonos Roam 了。咁喺各方面表现比较平均之外，仲可以支援 AirPlay 2， 咁大家就可以多个连接的选择。B&O 同埋 Marshall 咧喺音色方面咧都系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咁不过啦，考虑到 Amberton 咧冇防尘 ，B&O Play BO Sound A1 咧又似乎太大部啦，咁所以咧可能都系 Sonos 比较适合一啲。
budget 有限又想揀個比較好的話呢，咁 Sony XB23 Extra Bass 呢喺試聽回合呢就係、是、表現比較好嘅一部。雖然佢嘅機身呢係比較大部一啲，咁但係播放方面呢就係、是、因為呢有兩組嘅單元同埋上下振膜比較大，喺人聲同埋低頻嘅平衡呢就喺三部之中做得最好。咁而 Bose 同埋 JBL 呢其實都唔係差，喺設計上面呢我就覺得佢係贏曬咁多個 speaker 啦。以上咁多部你哋又会点拣呢？欢迎喺下面留言话俾我哋知，我哋好快会再有新片同大家见面，所以记得 subscribe 我哋 Price YouTube Channel， 再揿埋隔篱嘅钟啊！